嗱，點解今次會無端端帶大家嚟呢個逃出香港嘅逃出機械城呢？係因為咧，佢咧最近咧就同我呢個澳門威尼斯人咧合辦咗一個展覽啊，係咩？就係、是、你見到身後邊嘅呢一個30周年嘅變形金剛展覽啊。咁所以今次咧喺每一間房入邊咧，其實都加入咗好多唔同嘅變形金剛元素嘅，例如你一啲關卡入邊咧有個水晶啦，你一插落去嘅時候咧，開咗個關卡，咁你就會見到有啲變形金剛相關資訊彈出嚟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每一間房入邊咧，今次咧都加入咗一啲嘅特色嘅，係咩呢？就入邊有啲嘅能量方塊。只要你喺每一間房入邊咧揾到佢嘅能量方塊，然之後組齊5粒，咁逃出香港咧就會送一張咧喺澳門威尼斯人嘅30周年變形金剛展嘅門票俾你嘅。咁記住係唔包船費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逃出咗成間房嘅話咧，都有機會可以就咁抽走嘅。如果你睇完呢段片之後，你都想去逃出香港試玩一下嘅話，我哋為大家準備咗4份禮物，每份咧有3張嘅免費門券。咁只要你 send 一個 email 去 price@hkgolden.com。就有機會得到免費門券3張了。